会哦，如果我们是肝脏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尿哈、哦、检验出来会太碱，尿太碱表示不是身体健康，是因为身体的肝里面有一个莫尼亚。哦，嗯、呃，尿本来就是微酸的，那太酸当然不好。可是尿会变碱的一定有问题，是肝脏出问题。哦，所以不要以为哦尿尿啊尿甜甜的有问题啊，尿甜甜就是糖尿病嘛。 哦，阿、啊、再来尿路结石，哦，尿路结石就是哦，怎么办？简单啊，就喝醋水就好了。哦，阿、啊、再就是肾结石啊，肾结石就是什么？就是因为钙化嘛，肾呃，肾钙化就是什么？就是喝醋水就好了、啊。哦，啊，阿肾结石会会有血尿啊，因为摩擦嘛，阿、啊、血那个就有血尿，阿、啊、血尿容易啊，我血尿两次啊，喝不大量醋水，第一天。 哦，好吧，百分之八十，第二天就完全好了，简单的很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的血路哦不通，就是喝醋水很容易化解。那另外一种是尿道，尿道感染呢，就是用洗醋水或者是姜水，洗姜水就可以好。但是如果是尿道，尿不是不是不是哦那个哦哦不是像那个。 呃，尿道口不是哦，尿道口是洗洗醋水、洗姜水。可是尿道的里面，面，就是膀胱发炎，膀胱发炎，或者是尿道里面发炎。那时候发炎那什么？要喝用喝的，喝小苏打粉的水，因为它是碱性水啊、哦，就可以就可以把那个呃来救那个酸中毒啊、哦。小苏打粉哈、哦，喝小苏打粉的水是食用级的小苏打粉的水。 哦、就可以解掉这个尿道感染、膀胱发炎、哎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个最重要的题目了哈、哦，就是血钾，钾太少。我们现在到处都钾太少，而且西医最不喜欢大家喝吃钾，哦，最喜欢说你钾太多哦，不行，钾太多不行哦，尤其说肾脏啊，肾脏肾衰竭的不可以多吃钾。其实啊，钾。 和镁是好兄弟，钾太少会心脏无力。哦、哎，那个症状也跟那个镁一样哦。哎，就是钾太少，心脏无力。哦，啊，钾太多呢，心脏砰砰跳。哦，哦，阿钾啊，太少会有脚什么脚气病。可是哦，所以钾要刚刚好，不多也不少。哦，所以啊。 很多人哦，就是因为西医不知道说甲那么好用，所以就会常常有问题，就一直用药用药，哦，就会变成哦没有病变成后来变成喜肾，就是因为一就是他一直为什么用降血压药啦啊，然后自力神经药、胃肠药、止痛药，哦，一直用药，其实啊很多药都不需要吃了，就是吃甲就好了，哦。 所以台湾啊，喜胜的人口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医师没有认知，不知道说啊，喝吃钾很有效，西医很不愿意用钾，西医怕钾太高，西医不怕钾太低耶，西医真的不怕。哦，什么是钾太低呢？钾太低会有、啊、精神疲劳啦，哦。 疲惫不堪呐、啊，全身肌肉无力的、啊，心脏衰竭啊。有的人心脏衰竭是假太低造成的啦。所以啊，有如果碰到心脏衰竭呢，一定要给他吃钾，因为我们当然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假太低的病，但是有很有可能，有可能心脏衰竭是假太低造成的。心律不整，很多人心律不整是假太低造成的，像我从小就是心律不整、啊 我现在才知道了，是什么是钾太低造成的？还有很多人便秘，就是钾太低造成的了。就是因为你的青菜里呀，啊,啊，为什么会钾太低？我跟你讲原因呢，就是大家喜欢穿烫了，喜欢煮煮煮了。我像我妈妈很喜欢把煮菜煮得很烂很烂很烂。那你看老年人喜欢把菜煮得很烂很烂烂烂，啊，这时候钾都给你煮光了，都在水中。啊，那所以我们的菜汤哈、哦。 尽量不要太咸，菜汤要喝。为什么？因为菜汤里面有钾，菜汤有钾，所以你你你要去洗洗菜，都在洗洗哈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洗菜的水啊、哦，也不要丢，不要拿来煮。因为洗菜的水，大家怕有农药，放心呐、啊，农药怕煮了，脂溶性农药怕煮，煮了以后哈、哦，那个农药就没了啦。所以洗菜的水要拿来煮了，大家想不到吧？ 洗菜的水有钾了，要拿来煮了啊！不然你菜煮煮煮煮到后来哈、哦，你的菜后来从青色、绿色煮到后来变成黄色，好，这里面哈、哦、镁也没有了，钾也没有了，都在菜汤里面哦。所以要吃了。还有一件事了哦，我们我们古代人就用煮的，对不对？开水用煮的，煮了以后呢，有得垢，碟垢下面有一个白白的哈、哦、沉淀哈、哦。 哦，叫做茶垢，对不对？茶垢里面有钙了，那个钙哈、哦哎，当然也有钾啊、哦，也有钙，也有钾，也有镁，要用什么？要用醋去把它溶解，把它浸一天两天，甚至加热以后，后溶解掉以后，那个那个里面都有高量的钙、钾、镁，那个要溶解来喝，哦，溶解来喝，因为那变成高级营养品。 那个真的，而且是离子化的哦，很容易消化。真的，真的要喝，真的很棒哦。那个就是吃了以后有钙、有钾、有镁哦。啊，总之啊，很多人便秘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钾啦。哦，所以没办法正常的大便啦、啊、哎呀，这方面就是我很大的苦啦。我我我便秘四十年，好苦，就是缺钾啦。 就是就现在啊，这最近几年读了才知道，哎呀，我就是缺钾造成便秘啊，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便秘的原因啊，都冤枉啦，都、就是缺钾啦。哦，那我们讲，很多人会缺钾什么原因呢？再来就是流汗，流汗会把流矿物质流光啦、啊，那、啊、你的，嗯、呃，你就身体就就酸化啊，然后就缺钾啦。阿、啊、兵哥啊,啊，很多人会出事啊，流汗流流到后来啊，一直喝水喝水喝水。喝水 然、啊、后来水肿，哦，啊，水肿的原因是因为低血钠啦，啊，低钠以后会水肿啦，哦，啊，如果钠太少，盐巴不要吃，啊，不吃盐巴不对哦，不吃盐巴，到后来渗透压，哦，就就太，诶，渗透压太高，然后就压进去外面的水啊、哦，就压进去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血红血球就破裂掉，哦。 哦，就红红血球破裂掉哦，哦，所以这个，呃，就是所以钠哈、哦，哎，钠不能够低血钠，钠不能的，钠不能太少，钠太少的话，渗透压太高，红血球会破裂。哦，钠一定要要也不能多不能少，钠太多不好，但是钠太少也不行。 所以钾和钠一样都不能太少哦，哦哦，所以啊，我刚才讲说镁和钾很像哈、哦，镁太少会怎么样？会他他顿顿，然后会烦躁、会忧郁、会精神错乱。啊，有一个人啊死掉了，那是洪仲丘啊，洪仲丘为什么死掉？就是精神错乱了，他就是钾太少了啊，精神错乱，一直喝水，一直喝水，啊，钾太少后来会精神分裂呢？哦，你看啊，所以镁和钾很像吧？ 镁也是这样哈，哦、也是会忧郁啊，钙、啊、也是这样，那、啊、也是这样啊，也是也是他搞顿顿，哦，所以低血钾到后来会精神错乱，所以啊，常老今天中话一直喝水一直喝水，那更糟了。啊，心低血钾会怎么样？就是心慌慌、意乱乱呐、啊，哦，这是低血钾的记号啦、啊，坐立不安呐、啊，哦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甲和镁哪一个比较明显呢、啊？ 我跟你讲，假比没更明显，这方面来讲，影响神经的哈、哦，钾比美更厉害。哦，但是广泛度是美比较广泛哦，因为没影响到哦什么糖尿病啊，什么什么病都都都都有影响。可是钾的影响力只有单一这方面，就讲的就是讲心慌慌、意乱,乱乱的这一部分。 比较深刻，比较单一，啊哦，讲、哦、到忧郁症、精神分裂症，哈啊，便秘，就所以假的方向比较比较，就是只有这方面。可是如果没是很广大的，很广大的，啊、哦、啊，这方面哦太重要了哈、哦，所以呃，所以甲不能少，绝对不能少。 哎，那我们这个睡觉啊，没有在睡觉的人一定是什么？睡不好觉的一定是自力神经失调，所以要吃梅，要吃钾。哦，那当然钾也不能多，多的话心脏会砰砰跳。哦，好，我们再讲一个题目就赶快结束哈、哦。就是说，白血球分两种，一种叫做什么？交感神经的的白血球，另外一种白血球叫做副交感神经的白血球。白血球分两类哦。 一种叫嗜酸性的白血球，嗜碱性的、中性球方面的白血球，这方面属于交感神经运作的，哦，专门针对哪里呢？针对哈，嗯，啊，不是，这方面没有，这方面没有。那另外一方面的是副交感神经的这种白血球，叫做淋巴球、T 细胞、B 细胞，这方面的是另外一一类的白血球，啊，这这方面就是淋巴。 淋巴球、T 细胞、B 细胞的的,的这方面的副交感神经运作，会兴旺副交感神经的白的这方面的白血球哈、哦，对什么有效？对抗癌、对智力，自体免疫系统、对抗病毒的系统啊、哦，像新冠肺炎啊，这个抗病毒系统这方面很有力气。所以我们的啊、哦，我们的白血球里分两类，一种是很 交感神经有关，一方面和副交感神经有关，所以啊都需要调和啦，嗯，哦，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白血球如果不健康，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也不会健康，哦，所以这个，所以交感副交感会影响到白血球的问题哦，哦。 哦，啊，种之要没了，你如果有没了，你的白血球也会健康了，也会抗癌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哦，那自这神经系统哦，就是，哎，分分成哦七大七大类了。有的人哦，这个讲完就完了哈。有一种是顶天立地的哦，精神很年轻很壮的；一种是紧绷型带爆的哦，那种是哦，就是很有力气，很要冲冲冲的哦，那种的慢慢会慢慢会忘記。 哦，然后再来就太旺盛，就拼命三郎了啊、哦，他就会用到太多的肾上腺素啊，以后就衰弱，阳气就过旺了，以后慢慢就是衰弱了，慢慢的他就阳气不足，慢慢的他就未老先衰，慢慢的他就变成气若游丝，哦，就越来越衰弱啊、哦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交互就智力神经哈、哦，就元气越来越衰老了、哦、啊，那就是一定要补酶。 啊、哦，不能缺镁的话，我们的元气，所以镁和我们的元气有关联，和精气神有关联。好。